者吴之伟台北报道。 JR 纪言凯昨晚参加2018台中跨年晚会力保后礼，现场先是自己演出的偶像剧《莫非这就是爱情》主题曲《想说》，在表演组曲最后一首蔡依林的 Play 我陪时，更设计了裸身秀，霸气撕掉身上衣服，大方展现健身有成的大奶鸡及巧克力腹肌，让粉丝惊呼连连，眼睛大吃冰淇淋。JR 表示，今年是第二度登上台中跨年晚会，希望能有不一样的表现，因此在服装上花了不少心思设计，经过事前反复彩排演练，确保服装在台上表演时可以如预期般撕开脱掉。由于台中今年气温偏低， JR 笑说完全错估天气状况，到了现场才发现这么冷，也只能拼了。他在上场前仍不断在后台做伏地挺身，希望重写膨胀的肌肉，在台上线条更明显漂亮，相当敬业。 JR 参加2018台中跨年晚会力保后礼，现场天晴音乐提供。 JR 参加2018台中跨年晚会力保后礼，现场天晴音乐提供。